最强分身李佳芬，台中一连七个行程，最终站杨琼英造势晚会。韩国瑜遭受每日一王小姐抹黑，李佳芬决定不忍了。王小姐真是倒了霉了，我们那个黄文才先生也真是倒了霉了，每天每天被拿出来谈，谈的他们两个都不知道怎么办。痛批民进党选举选到没招了吗？真感情不好，我会帮市长跑这么远这么远，每天要调时差，调得我头昏脑胀的。太奇怪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一波民家谈共嘛。李佳芬澄清夫妻俩感情不受影响，但抹黑只会不减反增，早就做好准备了。无时无刻被黑没关系，最后四天还有呢，阿公无理啦，不会就此罢手啦。从明天开始，眼睛一张开，又有新的被黑的题目，没有关系。李佳芬情绪越来越沸腾，讲到激动处。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不懂得让老百姓过好日子，他该下地狱。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没有报应。这样对待台湾的老百姓，可恶至极，我绝对不会退让。用词犀利，炒热全场气氛。选前黄金周，最强分身李佳芬火力全开，毫无保留。记者陈世远、林元斌、张志凯台中报道。